体能和耐寒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看来选帝的心已经乱了。淘气，你一点也不爱我。啊！炫迪传奇，外婆的玩具。炫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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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炫迪。啊！小心！是歪歪的垃圾机器人，大家准备应战，烈焰猴，天地之雷，金刚诀。这样就被搞定了，唉，真是没有一点成就感。事情恐怕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蓝猫，你说的对。是歪歪，大家小心。今天我来陪你们好好玩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最新式武器，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准备战斗。是。怎么回事？全消失了。恭喜啦，蓝猫快帮帮我。烈焰猴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，我得降降温了。哎，在那儿追。你们是打不到我的。糟了，把我撞成斗鸡眼了。有什么指示啊？朵拉，我已经给你赢取了大量时间，赶快把事情办好。遵命，老板。巴豆，我们来了。巴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歪歪的这个机器人有了隐形的功能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它。只有先扰乱它的隐形功能，才能好好对付它。有了，用彩色的颜料，用彩色颜料覆盖它表面的隐形材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破除它的隐形模式。给它喷彩色颜料，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。哼，淘气太不讲理了，我再也不要回去了。这次的离间计真是太成功了，趁着炫迪还在火头上，真是把他教成一个破坏狂的大好时机。炫迪把他破坏越大，他本身的能量就变得越快，很快就变成一条废龙。看，这就是外婆的家。大伙儿到了家里，炫迪怎么快乐怎么玩，抱着你一下子就开心起来了。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那弄坏东西外婆也不会怪我吗？当然了，只要让炫迪快乐，什么都可以做。炫迪快乐，外婆就快乐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快点去吧。走。这些东西不都是我的珍藏品吗？老板真是太坏了，居然直接把我的东西全都搬过来了，真是的。这就是外婆的家吗？是啊，这真是我的家。外婆的家真棒。这个不能动，这可是限量版呐。这个不好玩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不玩了。我的宝贝啊，总算是保住你们了。好了，计划进行的怎么样？计划，可这些都是我的宝贝呀。我才不管那么多，只要你尽快完成任务，否则耽误了我的计划，要你好看。老板。
我的这些宝贝真的要壮烈牺牲了吗？哎，有了，先来一招以次出好。炫迪，来吧来吧，尽情的玩吧。嗯，当当当当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就像玩篮球和足球一样，可好玩了。哎，看球。哎，啊，这个好玩。好玩，好玩了，超级炫迪！哦，再来，嘟嘟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哈哈，嘟嘟嘟嘟！一个破坏狂就要横空出世啊！哎呀，嘟嘟！嘟嘟嘟嘟嘟！嘟嘟！我的心急，我得赶紧把贵重物品藏起来。你跑啊，跑得越远越好，最好永远也不要回来了。淘气，淘气。炫迪这次真是太过分了，不仅不好好训练，现在还离家出走。咖喱，你废子！咖喱，你在干什么？反正炫迪人都走了，这些东西也用不着了，全扔了。炫迪的碗筷不要了，咖喱，还有你们两个一起画的画，不要。炫迪这次真是太过分了，不值得原谅。炫迪毕竟只是个孩子，爱玩是小孩的天性。刚才我只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那么你不生炫迪的气了吧？你会生气，正是爱炫迪的表现，对不对？耶！拿过来！糟了，炫迪跑出去那么久了，我得赶快去追他。淘气，等等我！哈哈哈哈，真是太好玩了！外婆，还有没有更好玩的？外婆。外婆呢？外婆，外婆！哎，这个门后面会不会有更好玩的东西呢？哎，哇，还有好多好玩的呢！我得搬出去玩玩。这招很对呀！好漂亮的电饭煲，搬走。这个也便宜。家里好玩的可真多。哎呀，哎呀，东西可真多呀！哎呀，东西真多呀！哎，怎么有回事？哇！啊，炫迪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！啊，我的那些宝贝东西呢？外婆，我带你看。哎，这里呀。啊。天哪，我的宝贝儿啊！外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不行，这可是我最后一个。外婆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不高兴了呀？没有。不啦，一定要让炫迪的能量变异，变得越坏越好。我是想帮你搬过去，这种粗活外婆做就行了。只要炫迪投得开心，随便玩。好，外婆，看炫迪的表演。踢得好，踢得漂亮。嘟嘟，投得好，炫迪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嘟嘟嘟嘟，射得好。但为了缴获炫迪，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。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呼气。哦，好球，射得妙！我忍。哎呀，这家伙子看我老人家祖传的夜明珠就行了。嗨，这颗珠珠看起来好好玩呀！看球。不行，这个不能投。
漂亮的猪猪呢？外婆，你说什么？好歹猪猪在你身体里保住了。外婆，夜明珠，我的传家宝啊！传家宝也碎了。好像也没那么难受啊。反而夜明珠碎的瞬间，我突然有一种快感。对，就是快感。我要牺牲我所有的宝贝，一定要把你变成一个破坏狂。仙女，来帮帮外婆！我来帮你。炫迪，再帮帮外婆！炫迪，再帮外婆一个大忙！怎么又喷我？哎，我看不到歪歪的垃圾机器人。不到就对了。八斗，快，他在我右边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看不见呢。哎呀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好意思，猫大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谢谢你，霸道。霸道，快准备好，外卖的机器人又来了。我看到了，有两个。哎呀，我该打哪个呢？哎，到底哪边的是真的？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？那就打中间。耶！打中了，打中了！糟糕，暴露了！现在打中有什么用？我完全都看不到目标了。糟糕，我也是啊！真是天助我也！不好，菲菲有危险！没事吧？炫迪和狼外婆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们刚追不远就遭到歪歪的伏击。歪歪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这其中肯定有诈，炫迪肯定有危险，我们得赶快找到他。炫迪，这下你玩得痛快了吧？太好玩了，太痛快了。谁家的房子变成废墟了？不就是外婆家吗？什么？我家？哎呀！猪狼，计划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！成功了，你还哭丧着脸？可是我所有的宝贝都没了，我的家也没了，没了！真是没出息！只要你带着炫迪把水之源的环境彻底破坏掉。一定要重赏。老板，这次是真的吗？还不快去。是。炫迪，别砸了。炫迪啊，外婆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呢。有礼物太好了。炫迪在狼外婆的诱导下变得十分疯狂，对水之源大肆破坏。龙骑团赶到，他们能阻止炫迪吗？请看下集。